2022年 QQ 飞车全国公开赛 SE 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明，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见证全国最强的诞生。今天的比赛在洛阳孟津文博艺术中心举行，能跟大家相聚在这里，要感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洛阳市人民政府、孟津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孟津区人民政府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帮助。大家可以通过官网、掌上飞车、游戏内赛事中心等观看2022年 QQ 飞车全国公开赛 SE 的直播，还可以通过哔哩哔哩、斗鱼直播、快手直播、虎牙直播进行观看。关注 QQ 飞车手游官方赛事微博，为喜爱的选手加油，还有更多一手资讯、海量钻石、永久 A 车、魔法套装等福利等你来拿。感谢 QQ 飞车2022全国公开赛 SE 官方指定合作伙伴腾讯 ROG 游戏手机6，矩阵式液冷散热架构6.0，时刻保持冷静，畅快飘逸，掌控极限车速，更有专属定制赛车助你领跑全场。腾讯 ROG 游戏手机6代言人静与各位赛车手们一同化身酷冷战神，上京东搜索 ROG 6，预约 ROG 6天玑系列新品。感谢 QQ 飞车2022年全国公开赛官方指定合作伙伴哈喽语音的大力支持。多玩哈喽，多交朋友，上哈喽语音参与潮派车手竞速有礼活动， S 逐星者等你来领。 QQ 飞车全国公开赛 SE 是 QQ 飞车官方举办的高水平大众化赛事，本赛事将汇聚端手游玩家进行对抗比拼，争夺全国最强的荣誉。本届 QQ 飞车全国公开赛 SE 落地于洛阳市孟津区，经过了线上海选的激烈角逐，共有8支竞速车队、4支道具车队晋级到最终的决赛舞台。那么究竟哪支队伍能够夺得全国最强的称号，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即将要正式开始了，首先让我们欢迎12支参赛车队闪亮登场。首先让我们欢迎8名参加个人新人王赛道的竞速选手登场，有请首 Q 区竞速选手晚周末。有请 OS 勿念。有请博魂蜜。有请青玉风。有请微信区竞速选手 FS 陆。有请 Ice 星晚。有请淡泊紫巅。有请深海阿飞。选手已经集结完毕，他们将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 solo 竞速盛宴，让我们敬请期待。 Q
请报名选手移步台下准备比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支道具车队登场，有请首优区道具第二名车队，今天成员分别有大姨、安莲。有请首球区道具第一名车队二七 T， 成员分别有陈子聪、橙子、二佳。有请微信区道具第二名车队爱道具组，成员分别有朱仔、杨博、孔月。有请微信区道具第一名车队故事赛事组，成员分别有飞雪、玄道、景九。全国最强的四支道具车队至此集结完毕，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精湛的队伍配合与战术思路，请选手们移步台下准备比赛。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四支首 Q 区竞速车队登场，有请首 Q 区竞速第四名车队晚舟无破无立，成员分别有沐浴、莫成。有请首 Q 区竞速第三名车队 OS 车队，成员分别有易、勿念、诗雨。有请首 Q 区竞速第二名车队夺魂登峰造极，成员分别有密、摩托、九。有请首优区竞速第一名车队青玉车队，成员分别有齐耀、风、炫炫。集结完毕，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发挥，请选手们移步台下准备比赛。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四支微信区竞速车队登场，有请微信区竞速第四名车队 FS 赛事组，成员分别有陆、CPA、X1。请微信区竞速第三名车队 ，ICE 竞速组，成员分别有多多、星网、豆浆。有请微信区竞速第二名车队淡泊竞技，成员。
有请维信区竞速第一名车队深海，成员分别有阿飞、阿蛋、阿 Q。 至此，十二支车队已经集结完毕，期待他们今天的精彩表现。精彩一触即发，比赛马上开始，让我把画面交给解说席。